还不简单，来喽！哦，哎，干嘛、啊？不要闹了，干嘛、啊？跟你说龙来了，你是呢？哦，抱歉，我没有看到啊，不要那么凶嘛，不要那么凶，对吗？不要那么凶嘛，膜拜我，不太想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公龙耐久度够吗？不够，不够，已经快没了。真的啦？为什么要这样笑啊？哦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真的会爆自己哎、欸！就跟你说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在楼上。哦，我在楼下。我在楼中。不是我。楼中是你啊？哦，我在楼东，我在楼东。我在射龙啊！哈。等一下，我打这个水晶，哈、欸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法师你射就爆，我射就不爆？你弱。人品问题。我弱嘞、欸，你给我等着，吼，没关系。再去拆别根。哎、欸、嘿，等一下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这会回溯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回溯是怎样？对啊，为什么会回溯？我打完那个还会那个、欸，还会扑回去。哪个？安南哦，安南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把所有打掉了吗？啊、你要说，我说安安呐、啊，你把所有打掉了吗？那有可能，那可能。龙好像很可怕，超可怕！他刚刚对我示爱，讲什么鬼啦？真的、啊，他刚刚直扑我来，我刚刚看了他的双眼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就直扑回去吗？然后我就吓得打他两拳呢、啊，然后他就飞走了。所以你打他两拳，然后他跟你示爱。没有，他先跟我示爱，我才打他两拳啊。哦，所以他是用示爱的。好，算了算了，我不要白目好了。别搞事。你可以带我没关系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哦，不小心炸到，不好意思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么？它爆炸范围是多大啊？太大了吧？蛮大的、啊。比你想象中的大。比我还。你上次绝对被炸到的吧？哎，不要再对我示爱了好吗？快！正面朝我而来吧！哎、欸，爆炸了，爆炸了！哎、欸，这样爆了吗？所有的正面上扬，还有一个啊！多的嘞，这边还有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真假的、啊？这边还有一个，对吧？哎，太无耻了吧！哎、欸，等一下 ，Enderman， 等，带南瓜、啊，我南瓜示爱，我可以表你是要表我什么？我居然看到给绿打 WWW 哎。哎呦！吓死！吓死人！对啊，南瓜怎么带啊？就放头上啊！放在头上就好啦。你玩多久了？不是，是直接放南瓜。我没有带过那种东西啊。你就放在头上就好啦。是哦，那我可以打掉一个南瓜吗，法师？我给你啊！你在我旁边，我给你啊！你不要打掉。我现在还在本岛，等一下。哦，那你打吧。没有没有，你去石物岛打好不好？啊？去石物岛打、啊。等一下，直接放头上就可以了、哦。对，可是那样子会那个啊，不是那个吗？不是准星会被弄掉吗？不会啊，不会，视野会被挡到而已、啊。对啊，视野会被挡到而已、啊。是、哦，所以准星还在哦。哦，你要是有人品就知道了。你都知道问那么多，我就真的不知道。啊、好，我现在去中介。哦，这楼梯有瑕疵啦！一边说有瑕疵，然后一边你那天有看到给绿、欸？有啊，你。有啊，你看到拿铁基本上应该就看到给绿了。哎、欸，他们还打电话来问我要不要去吃饭。他们去 CWT 啊，他们去CWT。应该打完。我不揪的，干嘛不礼拜六去啊？我可以让你们排队。真假的、啊？打完、哦啊。我礼拜五去啊。蛮正面的。礼拜五去。啊？龙打完了，是你不来而已。龙打完了？还没啦，不要听他在那边屁。我也觉得你的屁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是？不要打我！不要！哈，对哦，安全水，安静点哦。哦，对哦，用水哈、哦，用水。呵，他就不敢过来。哈。龙过去了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我用剑砍到他、欸，哎，好有画面。等一下，他可能正在对你示爱。不要对我示爱哈、哦，我一股了。他是龙啊，他是母龙啊，那没办法，他会下蛋。怪怪的，我也觉得怪怪的、啊。他会下蛋没有错啊。CWT 啊，念错啦。爆了吗？全部的。
到了，到了，好，那我要开始了。为了不要被水冲走，还你要怎样？我还再盖个嘴巴。龙嘞，我在那边。喂，射不到，完全射不到。现在还被两个狗偷。人家对你爱意不够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用个东西把自己关起来好了，这真的太危险了。我就拿铲子在敲他。雷耶，好雷的。我在挖土啊，那个龙就飞过。等一下，他在哪里？好，这样子，我有一个完美的堡垒。哼，冲着我来吧！给你拿一次就不全部不见了，有可能。对，对，好像不是会撞掉方块吗？龙骷髅头打这，哦耶！哦，你打到的，是你打到的。禁止花生魔兽来打我，才禁止花生魔兽来打你嘞！怎么惹人厌啊？一个耕田者，我会揍人哦。啊，耕田也不行哦。他朝着我来了，正面上我吧！带那么高打被推下去，不会啊，我超强哎、欸。一个耕田，耕田者。不然其实我认不出来，你说给绿吗？他其实很好认啊，不难认。你有看过吗？有啊，为什么没有啊？我都跟他们吃过。不难认，不难认。我说你要好认的话，也有看过吧？哦，啊，就很大只啊。不过好了，不过我讲一下那时候啊，那时候我就跟奶油约在那个北车台北火车站，然后就我就找到奶油，然后就我就朝着他走过去，然后走过去之后，给绿就。那个出现在我后面，哎、欸，干什么？直接忽略我走过去哦，然后我才发现原来给绿就在我旁边，我完全没看到他。好可怜哦，好可怜哦。那时候是比较悲剧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好可怜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他都不朝着我飞过来？他这么喜欢你们哦？应该朝我。他朝你。就朝法师，然后法师又在我附近。快，朝着我过来。这不要那么中二吗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他都不过来、啊？因为你心里有异骨了，所以他不想理你。耕田者，那太棒了。所以今天他绝对不会留在你旁边。耕田者，哎、欸，像，他在哪里啊？哦，看到了。哎、欸，干什么？射箭来我这边啊！谁啊？朝我过来，快朝我过来吧！啊，没打到，可恶！正面上你哦，叫他过来我这边可不可以啊？不要朝着我射箭啊！谁啊？应该是我，对不起，我刚好法师。快，要打赢了！法师那阵我真的很喜欢你耶。我不能控制，因为法师是玩龙队吗？对哦，我怎么没想到？他对你的攻击2.5倍哦，2.5倍哦。2.5倍哦，我现在只会掷钻剑哦。准心对龙是射不到的，那要怎样？对着他耳朵嘛。抛物件问题啊。对着他飞过的问题啊。你的箭是抛，你的弓是抛物的、啊，当然射不到。哦，他朝着你过去，我看到了。没错，我还多打他好几箭。快！我在北车补习过，当然没有啊。你怎么认为呢？我从头到尾都不是个台北人啊。等一下。快啦！算了，我可不可以等他过来再打？我也是。可是你们都一直吸他过去，这样子他根本不会过来我这边。因为我对他有深深的爱意，你没有。快过来！我怎么觉得你们好像都在对着我射啊？是我错？干什么？发生什么事？他直接朝着我射，太夸张！我为什么觉得你讲法真的越来越奇怪了？不是，你直接射过来、欸，太夸张了！快点啦，法师你在干嘛、啊？来来喽！射我了！来喽，直扑我来喽！快点过来啦，我也要啦！你要对他抱持着深深的爱意。哦，有，要过来了！不要，谁啊？弓他对着我这边飞过来，箭啊，不是弓啊，弓对着我飞过来，我觉得很恐怖，好像很恐怖，打不到啊！我不要射我啊！谁啊？我的弓快爆了，对啊，我的已经爆了。哎、欸，法师在我眼前，我可以打他吗？啊？
马叔，我们分散一点好不好？这样我没有，可是分散一点，他反而会那个东飞西飞，然后就不知道跑去哪里。哦，对，我们两个爱意比较强大，所以我们要对黑龙。黑龙，黑龙是谁啊？黑龙，黑龙都出来了。哦，打到我了，谁啊？混蛋！一定是法师，因为我的弓爆了。我的也爆了。你不要在那屁，快点打龙啦！我没想啊，没有弓啊。你俩好可怜啊！不要好可怜哦。你站那么高，怪谁啊？快点打龙！可是我没有，我没有怎样。你站那么高，怪谁啊？等一下，哈！我有点担心他们会不会累格哎，应该是不会吧。来喽。左翼攻没了，那你怎么打他？我用剑啊，我只要一直跳，他就跑过来了。那我也要一直跳。他不要再对着我射箭了，拿个膨胀啊！要挂了。哦、我打死的。奇葩！我打死的。我打死的。我奇葩！来不及挖楼梯，别再挖起来，好慢哦，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。你们超机车的耶！啊，你是不会 TP 的。不会啦，我才不打指令的、啊，不想打了。哦，好，上面还有人不要打，莫名其妙，没有人逼你啊。来，下面两只 Enderman 在看我啦，一个他爸爸，一个他妈妈。应该啦。哟呵，奇葩喽！那，一个都不留给我，气死我了！反正你有吸到啊。对啊，反正你有吸到啊。哼，龙蛋的啦！上面拿、啊，等一下啦。那个怎么拿啊？天哪、啊！没，除非你有活塞。被打掉。我有火把。怎么停在那种奇怪的地方？对，那这样可以打他了吧？可以啊。我来。真的吗？是下面插火把吗？我没有打过那个不见了。没有啊，在这里啊。忘了神秘的位置。我也忘了怎么打。是下面要放火把吗？对，下面放火把，它的下面。你怎么知道？什么叫咬？你可以成熟一点吗？好。好可怜哦。它的下面放火把。可能要放沙子吧。法师，我没有火把，你放。你放啊。不是啦，要有东西可以掉下来，它上面有一个东西可以掉下来，然后那个东西一打掉之后，它就掉下来了，懂吗？啊？等一下，意思是说，假如说它上面铺了沙子，对不对？这两层都要铺沙子，这个跟它中间这一个，然后下面那个打掉之后，下面铺一个那个火柴，然后它就会掉下来，然后就变成一个龙蛋。那好，我们有身上谁有？我没有沙子，可是不一定要沙子吧？随便一个东西都，对，只要相关的东西就可以了。相关的东西，中间石可以吗？啊？就是要有可以掉下来的东西啊！真的吗？还是我、啊、还是我回家拿，你们等我。好啊。你看，哈，你有吗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啊？我们全部不用回去。不好笑。我觉得不好笑不是啊，不是高雄人啊。那你不叫回去？你要帮我埋起来，你要我怎么回去？快点！真的有点吵。真的超级吵。哈哈，火柴不是啊，那不是火柴，那个就是你懂的。那个。他怎么突然？他就这么突然？好了，对不起。对，我们都是台湾人，我们都是台湾人，好吧？一拉特谋杀，台湾 will touch your heart。哈，台湾 will touch your heart。什么东西啊？啊？为什么水龙子这么好看？你是看水龙子正吧？你这家伙！跟光荣比起来，那个光荣麦克贝斯。对，真的。对。光荣还是个，还是一个小屁孩。你让他进化不就好了？可是我还不知道他进化是谁啊？就一样是光荣啊？难道光荣进化变龙哦？有可能哦。对，我还不知道我这进化会不会变好看一点的。可能会吧。希望啊。他们说方块就好等一下，你们在哪里啊？我 TP。方块就好了吗？
我不知道啊，方块就好了，好不？你好，等一下，我带沙子过来啦，我都带过来，你们就用嘛。哎呀，水龙跟光荣是搭在一起好不好？随便你啦，你问观众啦，我怎么知道？我不玩龙队。然后法师沙子在那边啦，好不好？沙子在你身上。我怎么在我身上？因为我刚丢了、啊，快点啦，去拿啦。好，在你那边。哦，超雷耶、欸！然后嘞，等一下，这个要插火把、哦，你插，你插，你插。不是啊。哈，我忘记了，等一下。插火把，这个先插火把看看，法师插火把快。在哪里啊？这里，这里，木头上面。木头上面。对，这个不要，哎呦，那一个的木头上面呐、啊。那一个？这个、哦，这个，这个，快点。哪一个？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气息啊，我自己来。又自己失败，打掉。它不会掉啊！等一下，我放沙子，我放沙子，这样子哦。然后呢，它会掉下来吗？打开看啊。嘿，不是，哎，先等一下。怎样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怎么打？我真的不会。对对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下面还要放一个匣子。匣子。匣子不是啊，对，两个，然后下面就是打沙的方法，你们知道吧？哦，就把那个看成是沙就好了。哎、啊，你是不是拿错沙子、啊？为什么它不会掉啊？没有，那沙子没错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哎，嗯，哎，等一下，这匣子有沙子，有鬼啊！这那个沙子发生什么事啊？等一下，这沙子怎样了？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掉下去啊？雷什么雷？我从下面打上去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沙子不会掉？沙子为什么？要用活塞去打掉它？真的假的？已经浮空就不会落下。所以我们就打它一拳好了，让它落下。对啊。你打、啊，你打、啊。不要，它到时候不见。对啊，当然会不见。啊、Yellow face Chinese rice eating nerd 啊哈哈 ，Nice to meet you and fuck you。哎，哈哈哈，没有那个精华、啊、不一样。这你ban他了，啊？那个被ban了，谁ban的？那个被ban了，给绿吗？为什么ban他？干得好！他不是有电池吗？他是骂他是骂脏话，他就说去你们的黄种人啊，就大概这种意思啊。哦，然后是啊，对吧？哦 ，Yellow face， 好直接哦，对吧？先让龙蛋去别的地方吧，不可以打等于等于。活塞，除非再回去生活塞。我不会用活塞，你也要有粘液啊。我也不会用活塞啊。不用粘液，那是粘性的了。那你去用，那你去用。法师拜。光龙蛋飘在空中就很奇怪了。对。嗯。让他去别的地方吗？可是我不知道他跑到哪去。我也不知道他跑到哪去啊。先不要，先等法师做活塞过来了。好、啊，等我们看见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。如果在中介这边倒水会怎样啊？我们会不会回不去啊？我忘记火塞怎么做，可以试试看、哦、我记得倒水，它的水会透过另外一边，然后冒出去。真的假的？怎样？我不确定哦。我晕倒了，算了，没怎样。忘记火塞怎么做？快点 Google 一下。好像红石啊，红石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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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拿到了，我拿到了，我拿到了。哎、欸、哎，这怎么？我就直接手动把那个沙子打掉，然后就好就掉龙蛋了，耶、yeah! ！破完成就，你们的做法都可以更新了，做法都可以更新了。拿刀了，哎呦，我回不去，为什么？我回得去，但是我按压力板打不开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干嘛？现在是怎样？嗯，这是我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样？这是怎样啊？这是那个，哦，那个而已，那个而已，耶、yeah! ！回来了，龙蛋拿到了，我的龙蛋。哟，我们可以放哪里呢？对啊，放哪里？放小爱头上好了。好耶，好耶！你要放哪一个？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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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 yeah, yeah, 放你放，我给你了，我给你了。我放，我放吗？哎，对。啊，我放，这个龙蛋看起来长得真丑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超级龙蛋，超龙蛋。对啊，我放你。波龙蛋，七龙珠。我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。对，我还没看过你们盖的家，来观赏一下。哦，这个就是一栋别墅嘛，小爱别墅这样子。小爱别墅没办法。我觉得他要打我，太神啦！
超神奇耶。好啦，当当，伺服器有继续发生这种问题、啊、是哦。哎，对，那成就还有什么？我来看一下好了。乙游，乙游成就，成就一个是找到13颗地狱之星，地狱之星我们找到了吗？哎，13颗有了有了，然后打败中介龙有了， yeah. 建造温暖小窝也有了，然后三个嘞，找到6个以上红色字体的道具，6个以上，一个两个，我身上就有两个，三个四个五个，我身上有三个，哎。哦，那这样就都找到啊！耶、yeah, ，成就也都破完啦 ，nice 啦！哟呼，飘飘岛、yeah. 被我们完结掉啦！耶、yeah. ，恭喜恭喜啊！现在怎样？要关台，还不到一个小时，没关系哦。哎、欸，真的吗？没关系吗？好了，因为有鉴于明天大家干嘛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家又有阿帕是不是？是不是阿帕？鱼竿每次用那个阿帕不小心动到、啊、然后滑鼠就会乱移啊，然后可能就掉下去。怎样？你家有阿帕是不是？然后乱射，你不要跟我说阿帕会拿弓，不要骗我。谁说不会？好啦，那我现在在你家哦。那好啦，那今天实况呢，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，因为大家明天也要开学啊，让他们早点去休息哈。闲聊一下，让他们早点去休息。对啊，闲聊一下吧。闲聊一下啊，好，那等一下。先聊一下，好，那我之后影片要剪掉。